各位好，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。台北股市昨天大涨92点，站回所有均线，但是外资啊，它拉抬的是金融股，拉抬传产，像亚尼，然后台积电，指数大涨92点，可是 OTC 的部分啊，开高走低，投资人对这个盘可以说是非常无感，甚至我觉得。因为大盘指数大涨，压抑了小型股的空间，那么对我们一般散户朋友是不利的。而今天呢，大盘加权指数呢，昨天大涨嘛，今天压回，所以指数呢仍然是强势。只要能够强势守在10000亿之上，我觉得对外资是有利的啦。我猜啦，过去等于讲哈，10个交易日而言哈，7、8、9、10，你看啊。过去的10个交易日啊，过去的10个交易日，应该这样讲，从这边开始算，12345678910，啊，加今天11天，好，等于过去的10天只有2次收盘没有站到10000，这一天跟这一天，啊，这一天还是偷袭的，偷袭的，要不然啊，全场都守在10000之上。可是这个对投资朋友到底好不好？不好，因为你去追个股，去追追高就被盗，就被盗。营收成长，股价在高档，你去追也被盗。所以我想最近投资朋友的操作来讲话，你必须要一个反向思考。第一个，你要去选择相对低基期的，最好是大家都还不知道的，最好是低低的，上面没有人要卖的。那另外就是法人看好，但是你也不能贸然去追，你可以等黑的时候去买。所以这个先注意。你看像今天涨什么，涨嘉联益啊，你看它这个高点之后下来打个小底在这里，所以它这个相对低基期的，那今天涨，你看嘉联益今天涨上去，对不对？低基期的嘛。那再来像今天这个我们看大立光，好，大立光为什么不动？营收不错啊，为什么不动？因为它相对强势在高档嘛，它从3000块钱这样一路涨上来，涨到这里来，所以它是相对高档的，对不对？这一点我想很清楚嘛。那你看昨天你是追涨停的3019亚光，今天开盘直接黑的，开盘开平盘杀下来。那你如果反向做，在这里破卖掉，上去追，这个两边挨耳光，所以操作难度就是这样子。而盘势上面，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来自被动元件，营收非常好，获利数非常好，包含了2327的国巨，2492的华新科，那这个6173的新昌电，3026的和生堂，这个营收都创新高，但为什么难做？业绩出来，你按照业绩去做，不见得能够赚钱。你的买卖点怎么抓？怎么抓最重要？你看像国巨公布了这个利多非常非常漂亮啊，一天开门就赚 1.2 亿啊，上半年赚 4.2 个股本42块钱，上半年有人预估今年可以赚到100个股本啊，这个10个股本啊可以赚到100块钱之上。那当然我觉得
被动元件它有它的基本面的优势，可是我们操作的方向还是选择最好的进场点。那为什么国巨今天不涨？昨天陈泰明董事长亲上火线啊，对媒体对这个法人释疑，他把一些法人心里面的疑惑把它排除了啊。那股价今天开高下来，震荡又下来，你怎么去抓这个买点？我问各位，破700的时候，是不是大家很害怕？那你破700是买点还是卖点？对一般投资朋友而言，那是卖点。可是呢，一般投资朋友在这里看上去啊，认为是买，下来认为是卖。那你如果买在740块钱之上，你今天没有赚钱啊，最低还在704啊。所以买卖点很重要。华新科最好买点在哪里？在礼拜五又是破线，又是要除息了。很多人在礼拜五8月3号的时候砍掉华新科，砍掉国巨。我讲这个地方最恐慌的时候贪婪，别人在恐慌的时候你要贪婪。不要以为是老生常谈啊，你来回头看那天是不是最好的买点？华新科是不是最好的买点？那天最低杀了278块钱，国巨礼拜五那天最低杀了多少？683块钱。一个买卖点怎么抓？信昌店有没有打下来？我告诉你，机会来了，7月20号反弹上去，见好就收，再打下来到8月3号机会又来了。我有没有跟各位讲，你的买卖点抓得很重要啊？这个趋势你在这里除息之前布局，除息之前布局，然后拉上去获利卖出，下来找买点，上去短弹出掉，下来再找买点。我不是神，我没有买到最低，也没有卖到最高，可是你每一个转折，简单来讲嘛，逢低进场啊。八月三号告诉你嘛，最恐慌的时候在八月三号嘛，最恐慌的时候在八月三号嘛，这好买点都在这里。600多块的国巨，你怎么买随便赚。278块的华新科，他含息随便赚。信昌店有没有？有没有反弹？我说你不要多，你买一只就好，被动元件。你买国巨有没有涨停板？没有嘛。你买华新科，有了华新科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国巨呢？这个信昌店呢？我告诉你，机会来了，是不是买完赚一只涨停板？你赚的涨停板放在口袋里面，那以后是以后再说嘛。你基本面再好再棒，我再买回来也可以啊。可是昨天信昌店我们赚根涨停板之后，昨天获利出掉，一二，他昨天打下来，礼拜二涨停板116.5元，礼拜三在平盘附近全部出掉。当然，我不是讲说啊、哦，我做股票有多厉害了，可是起码一点，你们相对的低档区要懂得进场，赚一只不用想那么多。现在难度高不高？现在操作难度当然高啊。看业绩去买不涨，创新高去买不涨，为什么？
因为有当冲嘛，有隔日冲嘛，那没有办法。所以你选择好的买点，一买涨停板，对不对？一买就赚涨停，昨天轻轻松松获利入袋。礼拜二涨停板，昨天轻轻松松获利入袋，不多，一个涨停板而已。那你说难也不难，只要你不要乱追高，对不对？买个一两天涨停板，那个难度不高啊。那相对上面7月20号敢跟各位讲被动元件反弹的在这里，7月20号当天指数虽然大涨哦，可是被动元件不是杀杀杀杀杀，七月二十号国巨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杀这里啊！七月二十号，我告诉你说要反弹了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五天国巨反弹131块。有哪个分析师在这天敢你收盘敢跟你讲国巨？哎呀，大盘涨了90几点啊，被动元件杀尾盘啊，国巨龙头杀尾盘收最低812块钱啊。啊，结果回来你看，不要说一根涨停板啊，不要说你去吃大餐啊，你吃10天大餐都可以啊。你过10个父亲节都可以啊，买点很重要啊。华新科7月20在这里，和生堂7月20在这里，一个礼拜反弹18.1%，你有没有看见？有谁跟你讲7月20下周被动元件反弹，机会又来了？我连续跟各位讲，机会来了，有没有？信昌店不是这样子吗？这边机会来，7月20也是一样，反弹上去，又杀下来。8月3号又跟你讲机会来了，为什么？你看到华新科盘中融资追缴嘛，吓死了；你看到国巨破700块钱嘛，吓死了嘛。但是你回过头来，8月3号是不是最好买点？啊，买完之后是不是涨停？你就赚一根涨停板就好嘛。你就赚一根涨停板就好嘛。所以我跟各位讲啊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股票啊，短线上是难做了，可是你眼光放远一点，我们如果去买底部进场的股票，相对低档区营收成长的，我觉得业绩保护，而且呢长线低基期给你加持，那最好是准备发动啊。你看看像这个股票，你注意看哈，这个底型出来，所以左肩底，右肩出量突破什么大量反压，这边量超过它，超过这边，你看一下，帮我拉近导播，谢谢。好，有没有看见这边的量已经超过这两边了？那这一根量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高点头部爆量杀下来，所以头部不要追，涨上去，头部爆量不要追，这边爆量跑货，对不对？杀下来，一个反弹，这个地方对不对？短线上面啊，又有人在出，出完之后下来打底，现在刚刚突破大量反压，整体而言它在什么？它在低档嘛，整体而言在低档嘛，右肩出量，量先。价型突破大量反压，这个股票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啊。好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待会马上回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郑明娟，非凡商业台只要钱长大改版喽。
黄金、债券、基金、投资商品最新的资讯，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。只要钱长大，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，请锁定非凡商业台。只要钱长大。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，非凡抢先报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，经过比较就会有意义。外行在看热闹时，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。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住行，这就是财经。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所产生的蝴蝶效应，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。非凡商业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到十点，股市现场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看哦，股票操作，你看是很专业，没错了。当短线上难度比较高，我们刚刚强调一点，可是你注意看被动元件，你做好一档股票，什么国巨、华新科、信昌电、奇力新啦，对不对？捷邦、这个光捷啦，很多很多股票非常多了，被动元件加起来大概差不多二三十档股票跑不掉了。那我就拿七月二十号跟你讲被动元件。对不对？我们在之前除夕的时候先赚一根，买完之后价差股息大赚，卖掉下来，下来又反弹，反弹之后再下来。那你抓每一个转折抓好之后，在这里轻轻松松的八月三号，我告诉你机会来在这里。买完之后有没有反弹？那不是赚一只涨停板吗？那不是一买就赚涨停，手中信昌电大涨涨停板，那不就是一买赚涨停吗？你自己看嘛。十七亿股本的信昌电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七月二十告诉你被动元件反弹，我八月三号告诉你机会又来了。所以你们认为不好做，我觉得怎么会不好做呢？你去选择低基期的股票嘛。这个地方底型慢慢出来，这个量也突破，如果今天这个量是抱在高点，我就告诉你 forget about it。 可是打了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打了三个多月的底部，在相对我不敢讲绝对低点，
在相对的低基期突破大量的反压，你有没有看见这个量出来，而股价还在相对低档区，它右肩出量。我请问各位，那如果你买这种股票，你怕被人家到货吗？你就算到货好了，你就算不涨好了啦，这也没什么好到货的。你就算不涨了，你的机会跟你的那个成本差多少？在这里大涨，对不对？你从这里要再往上涨，你的获利空间跟往下空间当然是向下空间比较大嘛。那在这相对低档区当然是向上空间比较大啊。你要往下也 OK， 对不对？可是你停利停损好设啊，你不涨不涨出掉嘛，没什么损失嘛。重点是你不用怕在高档被人家到货，我再强调一次，你不用怕在高档被人家到货。我们看到现象是它在底部突破大量反压，这个量已经过这里了，你把它拉上去，这个量今天突破，那收盘只要能够站稳这个量之上，这撮量之上，那空间就不错了嘛。那你一直不用一直去想说，哎呀，我们要不要去做被动元件反弹啦、啊？哎，瓶盖股的部分啊，观众朋友，你再看啊，7月20号，我跟你讲瓶盖股反弹有没有？7月20啊，这个美率是不是低基期的？是不是低基期的？7月20，136，涨到176啊。176，看见没有？写大一点给你看，从这里啊，136涨到176啊，涨40块钱啊。对不对？那你不就扎扎实实的赚吗？不要说一根涨停板了，140买，涨到170，随随便便也30几块钱。所以低基期的股票可以留意嘛。瑞昱2379，瑞昱这个整理形态刚刚开始而已，那外资买买买买买买买，股价是整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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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样刚刚上去，刚刚突破。最主要法人买超是营收成长，毛利率从 41.9% 跳到 44.5% 第二季，所以股价就是用这种的方式就直接上去嘛。那你也不要急啊，我说逢黑就去买啊，不用追嘛，逢黑去买嘛。2379瑞昱，黑的去买就好啊。又过高了，你看看2379瑞昱又拉上来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拉上来？对不对？所以黑的去买嘛，瑞昱2379，外资强烈看好，下半年调升目标价。这个都是我跟各位讲，你说低基期的股票，你说美率为什么会涨？为什么会涨？含息未除，杀到这里来，底部进场，一涨从136涨到176。瑞昱也是一样啊。当然，投资朋友难免一定会问嘛，那有没有这个机会啊？我们可以赚这涨停板。美绿你也看到了，所以我才跟你讲，我说像这种低基期的股票嘛，你也不用怕啊，你这里买啊，这里到货给你哦。他们已经到在这里啊，这边是停损出掉，在这里有没有看见？这边上去反弹停损出掉，有没有看这量在这里？停损之后的股价自然打底，自然打底。那这个地方又出量，又突破这个地方反压，相对低档区。就如同我跟各位讲的嘛，信昌店嘛，对不对？上来不要追，大赚出清，下来一个转折机会来，7月20，我7月20讲被动元件有没有？被动元件，对不对？7月20被动元件是不是从这边涨？啊，华新科有没有谈？和生堂有没有谈？
有没有？不用多啊，你一个转折去买，你一个转折去买，你一个转折去买，你这个地方你懂得出掉啊，你没有出掉没有关系，我们小账加一，你这边没有出没有关系，下来我带你买，对不对？你的旧的就是你的，下来我带你买，上去出掉，下来机会又来了。八月三号，告诉你机会来了，有没有反弹？一根涨停板，扎扎实实赚到口袋里面，有没有看见？有没有看见？扎扎实实怎么样？一买就赚涨停，信昌店一买就赚涨停。你不要去期待说，哎呀，老师啊，这个股票、啊、都反弹过去了。你要把你的转折去抓好，所以我跟各位讲，你转折抓好，其实你就像信昌店这样子，跟着我们买赚涨停，买赚涨停，买赚涨停嘛。好，所以答案出来了、啊、不管你手中现在什么股票、啊、不管你要做长做短，我都不管。好，我只管明天，这边有一档七月营收成长 59% 的底部进场股，我不跟你讲说我要追高的，最高不行，最高不行了，底部进场股了，专人通知，你只要打电话来就有，七月营收成长 59% 的，请记得啊，你底部进场啊，我们先赚一根，我们就从第一支涨停板来赚起，因为它是底部。我们从第一支涨停板来赚起，好不好？七月的时候成长 59% 的这档，把电话拨通，赚人通知，明天第一时间进场布局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